在中方的积极斡旋和不懈努力下，缅甸有关各方在昆明举行和谈，签署了临时停火协议。中方希望缅各方切实落实共识，保持最大克制，主动缓和现地局势，管控好停火过程中偶发的摩擦，保持停火和谈势头。中方将继续做缅北地区止战促谈工作，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。